中华职棒统一狮球团下午证实，郭宏志昨天已经在高雄长庚完成体检，身体状况没有问题，而他和统一狮的合约也立刻生效。统一狮球团表示呢，郭宏志的左肩、手肘等身体状况经过体检之后确认都很健康，没有问题，他和统一狮的合约也立刻生效。郭宏志预定在周五在台北参加加盟统一狮的记者会，周六也会在台南统一狮的复古祭活动现身，到时候小小郭的球迷就可以一睹他的风采。